人話打波又曬到甩曬皮，又整到成身傷曬，值得咩？咁其實我覺得，如果你成身乜事都冇，瞓翻入個棺材裡面，同你一出世有咩分別咧？咁你光脱脱咁出嚟，你又光脱脱咁入翻去喎，咁咪好冇意思先？咁我起碼依家我由白雪雪咁出嚟，又黑乜乜咁樣入翻去，我覺得好精彩咯，同埋有少少傷痕，咁證明我有經歷咯，我人生係有經歷的。